冯小刚现身手机二拍摄现场图源 ，VCG 范冰冰佐和葛优同时现身图源 ，VCG 北京时间7月14日，电影《手机二》剧组大队人马前往北京一地拍摄，导演冯小刚、演员范冰冰、葛优同时现身，引发关注。综合媒体7月16日报道，这是自向中国央视前名嘴崔永元发出质问后，冯小刚的首次现身，也是范冰冰在崔永元爆料事件中的二度亮相。葛优则并未卷入该事件中。中国娱乐新闻称，在手机二拍摄现场，冯小刚严格指导拍戏，葛优则一脸诚恳，范冰冰戴着大檐帽，白衬衫配印花裙，非常时尚。相比葛优的隐形，范冰冰的解脱，冯小刚连日来遭到崔永元的集火攻击，即便在发出实问后亦受到集中质疑和密集的语言攻击，无形中给其巨大的压力。但从手机二片场看，冯小刚似乎未受到爆料事件太大影响。自爆料事件以来，崔永元不断提及冯小刚，先是说又弄到冯小刚，后又曝光冯小刚和徐帆在美国的豪宅。而在回应冯小刚试问时，崔永元又指着其所拍摄的手机电影男主角，就是在影射他自己。